等完了，同学们，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股权筹资这一部分的学习。那么之前呢，我们只是讲了一般的一些概念。那么从这个知识点开始，股权再融资开始，那么它出题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大了。当然，包括客观题也有可能是主观题，我们就一起来看。好，再融资，那么这个“再”字很明显就是什么？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叫做什么？首次公开发行。现在呢是已经首次过了之后，哎，再来。 那么就叫再融资，再融资包括哪一些呢？从大类上分，配股和增发。啊，这个都是同学们可你如果关心日常的这个叫经济金融类的新闻的话，你可能会经常听到。那么什么叫配股？配股就是面向原来的普通股的股东的，啊，经常你是可以听到的。那么增发呢？它分，它又分不特定对象和特定对象。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什么？我们再根据它的对象的不同配股，因为是像原来的股东，原来呢你都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了，所以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每一个股东，对吧？你认识一部分你的股东，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股东，所以你的股东是什么？是不特定的对象。所以这个原来的这个股东，他就是一个不特定的对象，太多了啊，你也不知道谁。 所以，根据这个对象而言，配股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那么增发里面面对不特定对象的，哎，这个叫什么？不特定对象就是你到广场上去扯着嗓子这么一喊，或者是拿个大喇叭一叫，这个就叫公开的发行。配股有没有面向特定对象的？不可能，因为你本来是一个公众公司，你的股东很多很多。 所以大叔、大爷、大妈这些都在都在里边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贬义词，就是那些具有非专业，就是非专业人士的人已经在里边了，不特定对象。那么蒸发呢？可不可能面向的是特定的对象呢？啊，蒸发有面向不特定对象，它可不可以面对特定对象呢？可以的，非公开的一个蒸发，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定向的蒸发，特定对象就对你啊。 就针对你的定向的这种增发，这种就是一个非公开的。所以这里是什么几种分类的方式？从名称上叫配股和增发。那么从对象的角度上，你可以把它哎分成是不是特定的对象？所以就引出了发行方式上的公开与非公开。好，我们先来看配股。配股它是向原来的股东发，所以不改变。 原股东、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就是说所有人都能认购的啊。我首先控股股东，我先认购了一部分，你们自己想认购就认购，不认购拉倒。那么，所以如果大家都认购，我的控制权不变；如果除了我之外的有一部分人他不认购，那我的控制权还会上升一些，是吧？好，那么然后呢？它是什么？发行新股会稀释每股收益，哎，股份数多了嘛，每股收益肯定就要。 被摊薄了，对吧？所以呢，那摊薄了，人家会不开心啊！不开心怎么办呢？哎，给你点好处，把你嘴给堵上。因此，折价配售给原股东一些补偿，并且鼓励你的认购。折价有一点点折价，就是配出来的这个股份当中，但是你得掏钱。所以，他这个是属于什么？他这个是属于我们上一讲讲的这个增资的啊，有偿增资的这个发发行的这个行为是。所以，他就是什么呢？我不想控制。 丢掉我的这个，不想我的控制权被稀释，哎，配股，大家同比例的啊。如果有人不参加，我的控制权就是持股数、表决权数还会上升一些。然后呢，因为股份数增加了，所以每股收益被摊薄了，哎，怎么办？给你们每个人一点好处，新发了这部分股份有一些折价了啊。这个就是通过这种折价的方式鼓励认购。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配股的这个条件，哎，还是分成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后面的每一个都是这样。 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的我们来看是什么持续盈利能力啊，三年你都得什么，都都都是赚钱的，而且呢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不扣除了哪个低按哪个来。财务状况良好，这个我们说的主要是指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你的这个审计意见，对吧？要不是标准无保留，如果是什么不是标准无保留的，比、就、如、是、说带来一个强调事项段了，怎么办呢？啊，这个重大。 不利影响，要不然没有，要不然如果有的话，已经消除掉了。累计分配下限，过去三年累计的现金分红啊，你就是掏现钱，不能说是搞其他的这种账务处理的这种方式啊，现金分配的要是什么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所以其实是什么？过去三年累计分配的占你过去三年形成的总的。 那个年呃，那个那那个可分配利润其实只有百分之十，但是他说为了说的好听一点，哎，年均可分配利润，把那个三年的总的可分配利润除以三了，所以就从百分之十变到百分之三十，这个就是一般的规定。那么再加特殊规定，特殊规定是什么？你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配售股份前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就原来有一百万股，你这次最多配三十万股，这个是我们的 A 股的一个规定啊。 不是其他，就是交易所的一些规定，A 股的规定。那么港股可以不止这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因为你想想看啊，我们的绝大部分散户股民，我们说散户股民啊，其实你手上的钱是有限的，对吧？你本来哎，我手上就有五万块钱，我就买了五万块钱的股票，对吧？好，这个时候你那公司来配股，你们有钱吗？有钱的掏钱啊，不掏钱的你们就被稀释掉了。 所以这个样子，散户是很容易被什么？被持股的数量被稀释掉的是，个持股的这个比例数啊被稀释掉。所以呢，就 A 股这个地方就规定了一个上限，你本来一百万股最多配三十万。股，那么在港股这种地方呢，本来一百万股它能配一千万股的甚至。那么它就是这个，而且它还定一个很低的一个折扣。你们有钱吗？你们没钱是吧？散户你们都没钱对吧？没钱好，我大股东出钱，或者是新来的。 他要做一个，呃，很很多时候是什么重大资产重组，有新股东进来的时候，超低的这种发行价格配股，这个时候一配，你们不认购，他认购，好，相当于这个很低的折扣全被那个什么认购的人给拿走了。所以这个 A、哎、这个港股里边啊，就是有很多老千股，就是什么叫老千，你知道吗？就是赌场上作弊的那种，他们经常就是用这种方法。 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港交所或者是香港证监会不作为，那么不保护散户，那么 A 股呢是保护散户的，就是这个是有一个这个规定。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些题目，哎，不是说这个配售的数量不得超过之前数量百分之三十吗？你怎么超过了呢？人家说的不是 A 股的可以吗？人家说的是港股、美股、其他股、其他这个呃这个国家的这个股股票的情况可以吗？当然可以的，是吧？ 好，底下第二条，控股股东应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你公开承诺，你说让大家来配，你自己先得配是吧？你自己先认购，你不能说，哎，大家啊，有折扣了，你们你们来买啊，啊，我自己不买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想了，你这个是不是骗大家呢？对吧？你说的很好，你自己不认购，那就说明你自己没有信心了。所以你要公开承诺，你如果违反公开承诺，哎，对不起，后面的处罚措施就要来了。 好，第三个采用证券法规定的代销的方式，你能不能包销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方式啊？啊，不行，代销。好，这个就是一般规定加上特殊规定，大致理解就行了。好，关键是底下这个叫做除权参考价，这个呢可是我们的客观题经,经常经常考到的啊，最近几年几乎是年年,年,年,年考。我们看这个配股除权价怎么计算，就是说你本来哎。 比如说啊，这个今天是周末啊，比如说下周一你配股的这个股票就要上市发行了，那么你这个周的周五有一个这个叫收盘价格，对吧？那么你的周五的收盘价格这个是确定的，那么你下周一新配的股份如果上市了，那么这个开盘的这个价格怎么定呢？就是这个基准的价格怎么定呢？还能用周五的吗？不能，那么怎么办？这个就是除权参考价。好，我们来看配股前。 我公司的股份数是知道了，对吧？就是里边的这个橙色的这个部分，股份数你是知道的，总的市值你也是知道的。好，这个是原来的，加上新来的，新来的投资者又掏了一部分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你把原来的市值加上你新掏的现金，你想从周五收盘到周一早上开盘的那个基准数，啊，这个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对吧？ 我们说这个企业的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没有说什么啊，这个重大的新闻什么地震了、火灾了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应该是什么？你想想看，应该就是周五收盘的这个市值，哎，加上你不是新认购了这个有现金了吗？那应该就是原来的市值加上新认购的这个现金了，就是你新的这个总的市值了，是吧？啊，它就是这个样子规定的。好，就是把原来的市值加上你新认购的这个现金加起来，就是总的市值。 新的总的市值，然后除上你原来的股份数，加上新多出来的这股份数，加起来的这个最新的股份数，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就是这个样子规定的。好，你看、啊、我们的分母是什么？配股前的股数加上新配出来的这个股数，就是总的股数，新的股数，对吧？分子上是什么？原来的总市值加上你新掏的这个现金，你看看瞧，这个后面两项乘起来是不是等于你新掏的这个现金数，价格乘上。 数量什么配的配股的这个价格乘上配股的数量，对吧？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说这你这公式要记吗？不用记，对吧？因为你理解了，理解了就不用记。好，这个是第一块，叫做除权参考价。那么再来，这个除权参考价就会引出一个，不是有那个配股权吗？这个配股权不是有一点点折扣吗？诶、哎，这个配股权它的价值是多少呀？那么。 配股权的价值，你就要用这个除权参考价来减什么？减配股价格。为什么分子上是这样减？你想想看，这个配呃，这个除权参考价是什么？是你刚才沿用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啊，是周一早上开盘的时候这个基准的这个价格，除权参考价嘛，就是我刚才算出来周一早上。 写的百分之零的那个价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股份上市数之后，这个是新的基准价格，对吧？但是你没有掏这个价格去配啊，你是用的这个折扣的价格去配的，所以你配股的掏钱的那个价格比这个除权参考价是要低的。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是周五收盘的这个价格。 底下呢有一个是什么？是你认购的这个配股的认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你配股的这个价格。那么一个高跟一个低，所以你的除权参考价肯定是在中间某个位置上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除权参考价，肯定是在中间。就什么一个高的跟一个低低高价的跟低价的一掺，肯定肯定掺出来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价格。 这不一定是在百分之五十的这个位置上，对吧？反正这个除权参考价肯定是在两者之间。那么这个分子是什么东西？分子就是这一段，分子就是除权参考价减你配股的价格，减你认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你占了多少好处，你拿到了多少折扣，就是这个数字。分子就这个。那么我的配股权价值是不是就是分子？不是，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十配一。 你有十股才能配一股，你有十股才能拿到一个差价，什么差价？首先参考价跟认购价格的，就是这个我划的这个示意图的，就是这段差价。你有原来的十股才能拿到一个差价，那么我问你，你有一股的话，你能拿到多少差价？每股股票的配股权价值，当然你要除以十了，是不是？那么好，如果是十配三呢？ 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我就百分之三十上限。如果是十配三的话，你有十股，你才能拿到多少啊？你才能拿到三个这样的差价。所以你说每一股的这个差价是呃每一股的这个配股权的价值是多少，那就除以十乘以三，所以就是分母就是购买一股新配出来的这个股票所需要的这个原来的股数。 所以是这样子，要除一下的。所以你看这个公式，你也不用记，对吧？你理解了就可以了。怎么理解呢？就是我右边画的这个小图，就是。好，最后提示：除权之后，这个除权之后指的是什么？这个是指的是周一，不是开盘价格了，是开盘后，开盘的价格定出来，就是早上开盘。 十呃，早上九点十五分，还没有到九点半啊，九点十五分开始就已经开始集合竞价了。那么到九点二十五集合竞价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定出一个开集合竞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下浮动了。那么在九点十五刚开始的时候，它挂出来的这个起始的基准的零百分百分之零的这个价格，这个就是出权参考价。好。 一旦开始集合竞价，或者是说哪怕九点半之后开始交易了，那么股价就会开始涨跌，对吧？股价就围绕着什么？就围绕着这个除权参考价就开始涨跌。那么当然，股价涨了，股东的财富就增加了；股股价跌了，股东的财富就减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提示等于没说啊，这个也是书上的一句话，废话是。好，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真实案例改编过来的。 某上市房地产公司采用配股方式进行融资，二零二零年一月九号为配股除权登记日，以这个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总股数五十亿股为基数，十配一，那么配股的价格就是给你的那个折扣价三十六点零四，所以你一看啊，这个地方你要先看出来。 原来的那个收盘的价格是多少？还没出来呢，在底下。叫配股除权登记日的这个股价下浮了百分之九点九，这股价是多少？四十。也就是说，这个基准是四十。那么现在给你的这个叫做折扣价是多少？也就是你的这个认购的这个价格是多少？是三十六点零四。 那么一高一低，你出来的这个除权参考价，啊，我也不知道是偏高一点还是偏低一点，这个样子吧，啊，可能是在这里啊，更加偏向于上面一点。那么它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除权参考价，一定是在两者之间的。所以不考虑新募集资金投资产生的净现值引起的这个变化，叫你来计算什么呢？如果所有股东都参加配股的。 后的这个每股价格就是赎金参考价是多少？然后每一份优先配股权的这个价值，然后如果他有十亿股，那么其他股东都参加配股了，他参加还是不参加，对他财富的这个影响数。所以就是结合刚才的这个呃知识点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计算题，让你来算一算。好，配股的数量它十配一，那么本来五十亿股多出来，先多出来五。 底下除权参考价，除权参考价是原来的市值，这个股数乘上价格，加上什么你新掏进来募集起来的这个现金数量、金额，原市值加上现金数就是新的总的市值，除上原股数加上新的股数，原股数加上新的股数，三十九点六四是什么？偏向于上限的，就是是这个偏向于。 就是离上面那个基准价格离得比较近的，好出来了。由于原来的股东你有十股才能配到一股，所以为了得到一股，就是新的一股，你需要原来的十股的股票。那么每一股股票原来每一股股票的配股权价值是多少呢？你相当于只能配到零点一股，所以你能拿到这个差价，这个差价是什么？ 除权参考价跟折扣价之间的这个差价，你有一股只能拿到零点一个差价，所以要除以十，好，算出来零点三六。最后就是算这个股东财富有没有变化啊？如果他参加，那么就是五十五亿股；如果他没有参加，他参加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他没有参加，那就是有十亿的股票放弃了这个配股权。 那么就是剩下四十亿的人都参加了，剩下四十亿配出来四啊、呃，配出来四亿股，所以新的股数变成五十四亿。那么这个新的出现参考价是什么？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出现参考价，好，股数乘价格，原来的市值乘上新配出来的股数，价格，这个是原来的总市值加上现金数等于新的总市值，分子除上新的总的股数，三十九点七七。 好，底下就是这个股东参加和不参加配股，他的财富变化的情况。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张表格。他原来有十亿股，行使配股权就有一亿股，不行使就是没有零，就是好。配股权的价，这个价呃股价四十，所以配股前他的那个十亿股价值是多少？四百亿。配股的价格三十六点零四，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题目告诉你的已知条件啊，配股的文件上就要标注的。那么，如果他参加，就是他要掏一亿股的这个价钱是多少呢？是三十六点零四。他如果不参加，他就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现金。所以，他配股前的财富是多少？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数它是等于这个四百亿跟这个三十六点零四地和。 F 它是要加起来，为什么要加起来的？他如果参加配股的话，他配股前的财富一块是市值，一块是现金，所以是总的财富。他如果不参加的话，那就是他那块现金他就不动用，所以只要算他的那个什么那个股票数就可以了，股票的价值就可以了。好，这个是配股前的财富，配股后的股价三十九点六四是前面的两个小问算出来的，三十九点七零七是刚刚算出来的。 这个是新的一个除权，就是两种情况下的除权参考价。那么配股之后都是什么？都是变成只有股票了，就不考虑现金的情况之下了。所以在参加的情况之下，它是从十亿股股票加上一部分现金变成配股之后的十一亿股。所以你就拿这个价格去乘上那个新的那个，就是叫叫什么新的那个股数。 股数就是十一亿股，是在这里 A 加上这个 B。那么他如果不参加呢？不参加的话，你想啊，他本来十亿股的价值，现在还是十亿股的价值。你说他不是还有一块现金的吗？啊，现金他没用啊，原来有这么多现金，现在还有这么多现金，所以你还要算吗？所以你就不要算这个现金，对吧？所以你就光比较股票的价值就可以了，就是股票的那块价值。好，本来是四百亿，现在呢是三百。 九十七点零七怎么算算出来的？价格乘上股数，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减就减出来了。参加财富不变化，不参加财富数变少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你想想看，左边这一类参与是什么意思、啊、就所有人都参加了，所有人都参加，所有人的财富都不变，因为所有人都享受到了这个折扣嘛，对吧？ 好，如果有人不参加呢？右边这一列，如果有人不参加，那你看这个股东他就是没有参加了，对吧？这个股东没有参加，他的财富变少了。为什么财富变少了呢？因为你自己不去，他给你一个好处折扣，你自己不去享受，别人享受了，所以相当于你的一部分财富就跑到享受了用了这个折扣的那个那些人的口袋里去了。 好，这个就是这张图给我们演示的这个东西，其实只是把这块配股权，首先参考价、配股权价值、股东怎么财富怎么变化，给你演示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历年的这个考题啊，二一年的，甲公司有普通股五万股，采用配股方式进行融资，十配五，哎，你说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了吗？不是说。 这次配股只能配原来有多少股，这次不得超配出来的不得超过原来百分之三十吗？不是这么规定的吗？那是 A 股的规定，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个规定，好吧？你就反正你就别纠结，他说十配几就十配几。好，配股价为十块，股权登记日就原来的那个价格是多少？是十五。假设在五万，这个是五万万股啊，我们就不说那个单位了。 假设在这个五万里面有五千没有参加，放弃了，其他人全参加，所以你这个之后出现参考价是多少？所以你怎么列式子啊？那你就是原来的股数五万乘上原来的股价，这个是原来的总的市值，加上一块现金堆上去的，现金堆上去多少？ 那你先把这个叫什么股数给它搞出来，股数就是四九，哎，不是四九五，是四五零零零，四万五千股，有这么多股，那么是十配5，所以相当于就是除以个二，新多出来这么多股份数，然后现金是多少呢？现金的这个价格是乘上一个十，所以这里是。 左边这块是原来的市值，右边这块是新多出来的股数乘上什么？乘上那个配股的这个价格，就是新的现金的这个筹资数。分母上是什么？分母上原股数加上新股数，原股数五万加上新股数，啊，就是这个我们写全一点啊，就是五万减五千乘以十分之五，就是这个样子。你。 拿计算器算一下之后，算出来等于 D 这个选项啊，看一下是不是我刚才写的。这个是原来的市值，然后这一串是什么？是新多出来的股数乘一个股价啊，这个是原市值加现金除上什么原股数加新股数，算出来就是我们的 D 选项。这个是二一年考的就是除权参考价。你看二零年考的是什么？二零年考的是财富怎么变化。 所以其实二一年的那个计算量稍小一些，对吧？二零年计算量稍大一些。甲公司采用配股方式进行融资，十配几呢？还是十配五？配股价二十，配股前二十七，所以你就是配股前二十七乘上多少股呢？就是多少股？你你随便，你你就是假设对吧？这个。 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你，你先算足元参考价，跟原来总的股数其实没有关系，只跟那个参与不参与的这个比例数有关系。好，你假设原来就十万股，好不好？所以你二十七块乘上这个十万股市值，加上你呃配股的这个价格二十乘上股数十万股，现在总共是啊，最终参与配股的股权。 是十万股乘上百分之八十，这个是参加配股的数量。那么多少呢？配配多少出来呢？乘上十分之五，这个是配出来的这个股份数。好，你再除上一个什么？除上一个原来的股数十万股加上新的这个股数十乘以百分之八十，再乘以十分之五，这个算出来的是什么？出现参考价。 你可以算一算啊，这个，比如说这里上面是这个是二百七，对吧？然后这边十乘以百分之八十就是一个八，八乘上十分之五就是四，所以四再乘上二十就是八十，所以分子呢是三百五，分母是多少？是十加上一个什么？十乘以百分之八十是八，八乘以十分之五是四，所以是三百五去除上一个十四。 那么等于多少呢？其实它是等于一个二十五。你想啊，十乘以二十五就是两百五，四乘以两啊二十五，十乘以二十五是两百五，四乘上二十五正好是一百，所以是三百五。所以这个除权参考价是二十五。那么再来看乙，他问乙的这个财富怎么样？乙在配股前持有甲公司股票一千股，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就是二十七块钱。注意啊，这个价格是二十七啊，除权。 这个配股钱啊，二十七乘上这个一千，它有没有行使？行使了，行使了。它掏出来多少现金啊？单价是二十。然后呢，它这个一千股可以配出多少股出来？可以配出五百股出来。这个就是它原来的财富的数量，减去它新的财富的数量。新的财富的数量全部是股票了，二十五块单价。 然后呢，一千股，再加上什么？再加上那个新配出来的这个五百股，就是这个式子，你把它列出来，最后你一求一解，就可以算出来选择这个 B 选项。那第一个是除权参考价，乙的财富的这个变化。啊，这这这这这个我写我写反了，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后边的这个是新的这个财富，你得用新的财富减去这个叫原来的这个财富，这个是。 所以你是用这个二十五新的这个单价乘上你新的这个股数，减去原来的这一块是什么？呃，这这这个这个是新新的，减去这个是什么？就是叫做你掏出来的这个现金的部分，减去你原来的这个市值的这个部分，所以是增加五百块是。因为你想想看，它为什么是增加？选这个 B 肯定不是这个叫减少，也肯定不是不发生变化。 因为这道题是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那就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没参加。那根据我们刚才那道小例题，就是房地产公司配股那道小例题，那么没参加的人他的财富是要减少的，参加的人这个乙他的财富是要增加的。所以你其实是在 A 和 B 里边你去挑一个，挑一个你去算出来。只不过呢，你这个这个上面我写法了，就是你一定要用这个叫新的这个财富的这个金额减去你。 原来的财富的金额，新的财富的金额就全是股票，啊，就是新的股价乘上新的股数。那么原来的财富是什么呢？一部分是股票的价值，还有一块是现金的价值，啊，不能漏，啊，都要把它算进去，都是。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二零年的这道题，计算量超大。那么一九年这道题呢，你看一样的，啊，配股，对吧？它也是说它的财富怎么个变化。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讲这个题，跟刚才那个二零年的题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很明显，一九年跟二零年这个题是一个老师出的，或者是说什么是以一个老师为主的，他是命题组的组长，那么他选出来的这个题啊，很像，算的都是叫什么，都是你的财富怎么变化。那么二一年的情况发生变化了，就是什么？哎，他把这块计算量减少了，不要老算财富怎么变化了，就算一个逐年参考价就结束了。 好吧，这个地方，同学们，你这道题你自己去看去，先算重新参考价，再算财富变动的情况。注意，一定是新的财富减去原来的这个财富的这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题。配股是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一种方式。下列关于配股的说法当中，正确的有什么？第一个 A 选项，配股价格一般什么方式来确定？ 这个我们刚才在知识点部分没有讲过，我们先跳过这个选项。好，看 B 选项，配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会减少老股东的这个财富，这不一定。这配股的价格是什么？这个配股的价格是那个给你的一个折扣价。老股东要看你是不是参加配股，对吧？如果有人不参加，你参加了，你财富是会增加的，就按那个出现参考价来算，是吧？ 所以这个光凭这个话是没法说的，因为所有的配股都是给你折扣价的。那么所有老股东的财富都减少了吗？肯定不行，肯定不对，对吧？好，再来看 C 选项，配股权是一种看涨期权，其执行价格等于配股价格，这话是对的。你为什么要参加配股啊？是因为你觉得它会涨。 而且它一除权参考价是要高于你的配股价格，是吧？我们说它原来的价格收盘价在这，配股的价格在这个地方，你一除权参考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你自你如果参加的话，你就是可以吃到这一段差价的。所以是什么？你是按照这个配股价格，这个是个执行价格，去行权。你觉得这个股价会涨？你如果觉得这個股价会跌？ 就是除权参考完之后，你如果觉得会大幅下跌，你就不会参加了，是吧？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看涨期权。C 选项对的。再来，每股股票配股权价值等于除权参考价减去配股的这个价格，还要除一个数，因为这个你只是拿到的一个差价，你是配出来一股才能拿到一个差价。 你每一股股票你不一定配得出来一股啊，因为十配五、十配三、十配一，你要十股才能配出来几股，才能拿到几个差价的。所以你这个地方减完之后还要除一下，所以 D 选项不对。那么多选题 B、D 都不对，A 选项就是对的。那么 A 选项为什么是最对的？有同学说这个什么叫网上定价？ 网上定价呢，就好比我打个比方，你线上交易，这个你懂了吧？线上和线下，线下就是你跑到店里边去买，线上呢就是你在手机上倒一倒。配股的价格，之前有很多人在报价，然后你想想看，那个做中介机构的，他如果都线下跟你们讨论一把，最后定价烦都烦死了。 如果有一百个人报价，他要跑一百个地方，最后跟你们定出来价格。万一有的人跑了九十九个，那九十八个人打个电话给你，小王，我这价格报价变一下，怎么办？所以一定要在网上给他定下来，线上确定啊，报价报价系统里面去弄，最后定下来所以这个网上定价，哎，你就类比线上交易、线下交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么规定的，因为线下没办法弄，太麻烦。好，这个题就选择 A。 和 C 选项，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解释，呃，这里的解析啊，配股一般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这个是书上的原话，具体价格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协商确定。这个选项 A 正确，这个话呢两句话不矛盾。有些人说，你不是网上都定价定下来了吗？你怎么还要协商呢？你最后你跟发行人总要商量一下吧，对吧？ 这个你看，大家的报价是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最后这个价格怎么选呢？对吧？去除掉什么几个最高的，去除掉几个什么最低的，然后怎么定一个价格是吧？哎，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是报价跟接收报价的人，他采取啊线上不能线下。后面这个具体定价呢？哎，这个承销商跟发行人，就中介机构跟这个。 呃，发行股票的这个具体配股的这个公司再协商一下，最后确定下来啊，都是线上就定下来了。好，A 是对的，配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是通常的做法，通行的，不能判断老股东财富的变化情况，要根据你什么算逐间参考价，然后你自己参没参没参加，对吧？然后才那样子去进行计算，新的呃这个价值减去原来的这个价值，这样才行。然后每股股票配股权的这个价值等于。 配股除权参考价减去配股的这个价格，这个是吃到的那段差价。然后呢，你还要再除上一个，哎，几股才能配出来一股啊？啊，除上一个这个原来的这个股数。好，所以 D 是错的。这道题选择 A 和 C。好，刚才讲的是配股，现在讲增发。增发我们来看啊，增发分为公开和非公开的增发。刚才说过了，就看你的这个对象是特定的还是非特定的。特定的。 是非公开增发，不特定的；是公开的增发，不特定的，你也不知道你的对象是谁，所以它是公开的。其中公开的增发，再重复一遍，它是不特定的对象，投资者均可认购。我只要在广场上，我听到你的这个喊话，我就可以来买。非公开增发呢，只是向你周围的那圈人，比如说像大股东，像大股东的关联方。 像机构投资者，好，我们来看增发的条件。非公开增发，反正你们是向你周围的那帮人，你们自己商量，条件差不多，你们自己确定就行了，没有太多的限制，因为你们都是私下就解决了掉了，对吧？也不会把也不会把那些非专业人士给他弄进来，专业人士相信你们自己有价值判断的能力，你亏了。 赚了啊，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来找我。监管机构，那么公开发行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市场上喊话，万一有一些人他不具备这个专业判断能力，所以我监管机构还是要履行一下保护投资者的这个什么责任和义务的。那么它就有规定，也是一般规定三个，之前讲过了，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累计分配下限，这个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我就不说了这里。那么特殊规定是什么？ 百分之六，这个数字，而且要熟记。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其实就是那个 ROE。ROE 很重要，对吧？巴菲特看，证监会也看。什么叫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你 ROE 怎么计算出来的？最后分分母上除的是那股东权益，对吧？ 股东权益应该是用期初数,数还是期末数、啊？如果他这个股份数一年在变化怎么办？你要加权平均。这个加权平均怎么算你就别管了，考试反正也不会考你。考试只会考你什么？就是哎，期初、期末不一样，你就加起来除以二就行。那么这个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指的是这个 ROE 一年一年的怎么算？它的股份数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么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什么意思？就是你这里不是有三年吗？你三年就是这个 ROE，什么 ROE？平均、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三年的这个数平均起来不低于百分之六，而且要数低，扣非的跟非扣非的哪个低啊，哪个算？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分之六的规定，所以很多人做这个实证研究。如果没有这个规定，你想想看这个。 呃，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连续分布的，对吧？哎，有百分之有亏损的，对吧？就是负数，有这个百分之这个小小一点的，还有这个可能低一点的，这个公司可能会是一个这个样子的。那么呢，这个 ROE 越大的公司，那个、公司非常好嘛，肯定越少，对吧？肯定会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整体大概可能会产这个样子啊。这个不一定是正态分布啊，有可能它是这个样子的，对吧？ 但总归它应该是连续分布的。结果因为出了这个百分之六的这个规定，我们上市公司最后实证分析下来，就大家的哎，债券平均现在收益率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是这种情况，就是这里啊，这个越往右是越高啊，ROE 越高。这个地方是百分之六，就是在接近百分之六的这一段啊，很少，很少。 这段没有，几乎没有，很少。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哎，超过百分之六的，哎，这个地方特别多，然后底下就少了，就这段特别空，就接近百分之六的这段特别空。这是什么？很明显是被操纵过了，对吧？为什么要操纵啊？就是因为证监会有这个规定嘛，啊，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就是啊，当然也看会计师事务所节操底线有多高。 好，底下再来看，还有一个特殊规定，除金融类企业外，最近一期期末不存在较大的，哎，就是那些金融性的东西，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与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这些东西应该在我们第二章的管理用财务报表里面被分成什么？分成金融类的科目。 为什么他让你最近一期期末没有较大的这些了？你现在要干嘛？你现在融资哎，你如果账上有很多金融资产，你先做先内后外呀，先债后股呀，你先动你账面上的这些金融资产呀，这个不就是可动用金融资产吗？请你先把你可动用金融资产动完了，动的差不多了，你再来发行，你再来到市场上融资。 这个就是特殊规定，所以你看，跟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叫什么先后的这个顺序，第九章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先后的顺序一样的事，所以你这个都是要理解前面后面带着都有理解就行了。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增发新股的定价，它这里呢，就是你先看底下这个表格，公开增发是什么？是均价，没有折扣，所以你到市场上喊话去。 怎么还能给你折扣呢？公平交易嘛，这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他什么招股是呃这个是公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或者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啊，就是公开的增发就要公平合理，就要按照规矩来，没有折扣。那么非公开的呢，他给你打一个八折。 其实很多非公开的，你看前面是说有什么这个发行上的这个规定啊，没有太多规定。什么？其实就很多公司啊，你要按业绩上，你要让它来做发行啊，它发行不了的，它满足不了公开增发的这个要求的，所以它只能跑到非公开增发去，因为它业绩不行。那么你跑到非公开增发去，投资者也知道你业绩不行啊。 业绩不行，人家怎么敢认购呢？你这个股价，他妈说不定谁知道是不是合理的价格呢？啊，合理的价值呢，对吧？那你给我点折扣吧，给我点折扣，我才敢认购。所以这个在不同时期，这个折扣的这个数量啊，这程度是不一样的。政府如果鼓励了，好就说啊，现在可以打八折了；政府如果不鼓励，就是九折啊。这个折扣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你业绩心里也没底。 没底怎么办？打个八折，哎，稍微有点底，毕竟我有百分之二十的什么，哎，那个安全的空空间、安全边际在这个地方，我已经便宜了百分之二十认购了。那你说这些对那些不认购的人不就不公平了吗？没关系，为什么呢？反正首先参加的是非公开的，这些人也不会特别多，对吧？都是他们熟悉的人，而且很多情况下。 你这公司不是业绩不行吗？那你非公开增发你融来的钱一般是用来干嘛的？一般是要注入资产或者反正就是现金，现金就是去收购或者是增发股票去，这个就是去买资产的话，一般都是要想让你去什么注入优良资产的。那么你本来不行，注入了优良资产，那么你业绩就好了。所以对那些没参加的人呢，也是好事。 那么对参加的人呢？你拿了好资产进去，给你打一个折扣，哎，你也愿意来，所以这个样子，监管机构难道不知道那些上市公司很多都是一塌糊涂吗？知道啊，对吧？一年盈一年亏，一年盈一,一年亏，老是这种样子，很明显有问题嘛，这种公司是吧？难道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大家都不傻，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要解决它，你说都退市了一下，退两天了，可能吗？也不可能，是吧？ 所以怎么办？哎，鼓励你们用这种方式。你战略投资者、大股东或者是其他人，你把你好资产装进来，那这个公司不就变好了吗？那你说你不愿意装，你觉得它价格虚高，那给你打个折扣，你愿意了吗？那么，那么打了折扣对原来的那帮人不公平吗？是吧？但是他拿了好资产进来，所以通鼓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的问题的。好。 底下来说均价，均价怎么定？考过的均价是指交易总额除上交易总量，不是收盘价，不是收盘价。比如说你取二十个交易日，就是这二十天的交易总额除上这二十天的交易总量，是这么定出来的，不是收盘价。为什么？收盘价，我只要在那个几分钟我操纵一下就行了，容易被操纵。 但是你要是全天几个小时的这个交易交易的这个均价，你要操纵起来，可就难了，是吧？所以它规定的是交易总额除以交易总量，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真金白银啊。你如果规定是均价收盘的均价，易于操纵的。尤其是比如说你规定这边是前一个交易日，就最后一天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交易日，我我操纵一下，把你我不是想我要参加嘛，我想打低一点嘛，这个价格对吧？ 我给你砸一个跌跌停就行了，不就这回事情吗？所以说，这个它为什么规定是总额除总量，就是怕人操纵的，就是。那么在香港那边，他怕你收盘操纵了，他采取了更多的方式，对吧？中国是三点钟一到准时收盘，香港不是的，香港是什么四点零几分的时候收盘，就是最后那个几分钟都是集合竞价。 而且呢，他不说，比如说四点零八分整，不是的，四点零八到四点零九的这个好像是啊，我印象中是四点零八到四点零九之间随机的。今天说是哪一秒结束，就就是到这一秒结束，就是他就是为了怕你去操纵这个收盘价格的事，是因为很多时候收盘价格是人家是定价的一个依据，你知道吗？怕你们操纵，所以他把这个尾盘集合竞价的时间拉长，而且是随机结束，是具体结束的这个时间是随机结束。 有的时候四点零八一过就那个，有的时候呃要将近到四点零九就是。好，这个是均定价的问题。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题。下列关于普通股筹资定价的说法中，正确的是什么？公开溢价发行股票时，发行价格应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啊，这个没问题。刚才我们就已经配股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线上定价定出来之后，最后你还是要协商确定一下的啊。哎，对的。 第二个，上市公司向原有股东配股时，发行人自己就定了，不行啊，对吧？要协商的是吧？这个 B 不对。C，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的时候，公开、公平、公正，所以是什么？没有折扣啊，没有折扣就是均价。那么非公开增发的时候呢？哎，都是你们私下玩的。我刚才重点解释了为什么可以让它有一个均价。 啊，有一个折扣价格，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折扣价，所以这个 C 跟 D 都不对，搞反了，有没有折扣搞反了？这道题选择 A 选项。配股一般一般采取网上定价的发行的方式，具体价格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协商确定。啊，这个 B 是错了。那么 C 跟 D 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有折扣跟没折扣，他说反了。啊，大家课后再自己看一下。好，增发后。 股票的价格啊，刚才是配股出现参考价，增发后股票的价格，这里它严格意义上的它来讲，它不是一个出现参考价，它是什么？它是不考虑新的投资的净现值引起的企业价值的变化，因为刚刚增发嘛，刚刚增发完马上就要开盘了，对吧？那么这个价格是什么这种东西呢？它其实还是类比的那个出现参考价。 就是什么？就是说，哎，你的原来的增发前的市值是什么样子的？加上你增发的这部分现金的价值，除上原来的股数加上新的股数，其实它就是类比的，是。我们说这个是类比啊，不是就是类比的，这个是配股的出现参考价。哎，你本来不是有这么多市值吗？新加了这么多现金进去，对吧？ 如果不考虑投资带来的一些变化什么这种东西的，那么你说这个新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不就是这样除一除吗？所以这种题啊，一般不太会考你的，因为它是类比，不是严格的说是除现参房价这种东西，所以它不能说一定是这个东西，不是不是一定是这个价格的。所以如果考这种题呢，更多的就是放在配股那个地方去考去，几乎近几年每年都考。好，我们再来看增发新股的认购方式。 公开的，那么你只能是什么？是现金的认购。公开的，你看公开发行，公平、公正、公开，怎么公平？没有折扣，现金大家都掏掏钱。非公开的，哎，好商量，没有过多的限制，可以打八折。现金跟非金、非现金、非现金就什么？我资产就其实是我资产注入，就是你是个上市公司，你向我发行股票。 我拿什么认购？我拿资产认购。什么什么叫拿资产认购？就是我把这个资产装到你这个上市公司里去了。所以其实是资产注入，其实是我新来的人想要拿你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然后什么？哎，非公开增发，你向我发行，我把资产装到你上市公司里边去，我拿了你的股票，是这个样子的事。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股权再融资对企业的这个影响。第一个，从资本结构的角度上来讲，股权资本成本。 高于债权资本成本，这个我们说了很多次了。那么再融资之后，你想是什么？谁多了？股的那部分多了，所以资产负债率就下下来了吧，对吧？所以你看啊，本来这个是资产负债表的右侧，对吧？这个上面是债，下面是股。好，你股权又再融资一次，那么你的这个股的这个部分多出来了，是吧？所以股的部分多出来了，所以债的那部分占比就下下降了。那么你想啊，你是什么高资本成本的部分？ 这个是低资本成本的部分，高资本成本的部分的占比上升了，所以有资本成本有上升的趋势，是吧？哎，但是，但是，我们说资本成本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吧？还要看你的企业的风险的。如果你再融资，增强了公司的财务实力，增加了，降低了违约风险，财务风险降了，财务风险降了，会使得什么？ 会使得资本成本会下降了，所以它它又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它有前提，咱必须增强公司财务实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有下降的这个趋势，所以到时候你说，哎，老师你这话说的啊，两边话都被你说了是吧？它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呢？我们也不知道，都有可能，所以他如果问你可能的影响是什么，你两边都要说。 好吗？就是这个样子，它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图，它不典型啊。如果它原来是一个这样的公司，这么多债，一点点股，那么这个样子，它的这个叫债务的成本确实是低的，对吧？但是你看，它债务的占比太高了，所以违约风险特别大。这个时候，违约风险特别大的时候，你股权的这个资本成本就要高了。 你还记得吗？是不是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资本结构理论里边说的，股权的资本成本是什么？是要往上翘的，越往右边是这个叫什么？负债率越高，负债率低的时候，股权资本成本是低的；负债率高的时候，股权资本成本是高的。为什么？违约风险高。这个还没有考虑那个叫什么？ 这个还只是说是这个没有完全考虑你的这个违约风险很高的时候，你的 MM 理论的时候就已经秀出这种结果来了，是吧？无税有税的时候，股权资本成本都是往上翘的。无税的情况，我们说它可能是翘成这样子，股权资本成本，所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平的。那么有税的情况，这个是无税的情况。 这个是有税的情况，对吧？有税的情况，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我们是说是什么？负债率越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在下降的。哎，你不说这个，不就是使得使得是什么？使得是这个跟这里说的是不一样的吗？我们说，MM 理论说的是没有充分考虑违约风险的情况之下，后面不是在呃有税 MM 理论基础上，不是出了一个权衡理论吗？ 权衡理论就是说，你不能光把你的负债的这个占比打得越来越高啊，是说你看上去好像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下降，是吧？但是你违约风险一高了之后，股权资本成本比这个在实践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是 MM 理论，在实践当中，股权资本成本比你这个翘的更快，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实践的情况之下，债务的占比很高的情况之下，股权的资本成本是特别高的。 好，这个时候你股权再融资，哎，多一块，啊，股权现在变厚了。这个时候你的债务的这个叫什么？违约风险显著的下降，违约风险显著下降之后，你股权资本成本会往下掉的，会。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这里前面半句说的可能是什么？就是股权资本成本啊，就是股权资本成本是高的。 股权成本变低啊，这、呃、股权的这个占比变多之后，债务的占比就变低了。债务的占比就变低了，其实相当于在 MM 理论里边是倒过来了。你看他这边说，再融资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是不是负债率就是往左边走啊？降低了，使得整体的。 资本成本就是 MM 理论下有税的 MM 理论下倒过来走了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有上升的这个趋势，MM 理论。但是我们说这个对违约风险考虑不充分，在实践当中，这么高的债务的情况，呃，在负债占比的情况之下，股权的资本成本比这个要高，因为要有违约风险打进去。 MM 理论不是说了不考虑信用风险吗？是吧？要有违约风险打进去之后，股权资本成本比这个高，所以其实它是什么？就是你债务占比很高的情况下，它资本成本加权起来资本成本是高的。那么你现在股权下面的这个垫子增厚了之后，哎，违约风险掉下来了，哎，所以有可能会降低它的平均资本成本。所以这个地方我借这里借这个资本结构的影响，把这个。 有税无税 MM 理论这个小图又给大家复习了一下，那么当然你再再再理解一下就是好。接下来财务状况，如果企业经营情况不变，经营情况不变，再融资降低了杠杆情况，压低了净资产报酬率，这个其实就是 ROE 的我们的这个分解。第二章里面随便你用杜邦的体系还是管理用的这个分析体系，都是这个结论。 你财务杠杆降下来之后，ROE 会降低的。但是我们说的是经营不变的情况。但是我们说你募集的资金是要干嘛？你要投新项目的，尤其是那些本来一塌糊涂的公司，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资产进去之后，它的经营效率大幅度的提升，获得的很大的一个回报，这个净资产收益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个是财务情况。第三个是控制权。 配股呢不会削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公开增发引入新股东，控股股东控制权被稀释；非公开增发，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向控股股东增发，你就增强了；向其他人增发，你就被减弱了。所以就是你要结合不同的情况去进行具体的这个分析。好，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题目：某公司是一家经营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 公司目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一万万股，每股价格十块，没有负债。现在他要筹一点六个亿，用于投一个项目。好，现在他有什么方案呢？以目前股本为基数十配二，配股价格也告诉你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公开增发，以目前的市价公开增发。好。 如果要使方案一可行，企业在盈利持续性、现金股利分配水平，那么配股的数量满足什么条件？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什么连续三年持续盈利啦，现金是什么累计分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啦，这些对吧？配股的数量不能超过配股之前的百分之三十。假设该方案可行，并且大家都参与，叫你算，先算除权参考价，再算每份这个股票。 它享有的配股权的这个价值，就是前面标准的一个小计算。好，方案二可行，净资产收益率，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三年的那个再来一个平均数，不低于百分之六。这里有两个平均，你自己别搞混了。定价原则是什么？公开的就是、什么公平、公正、公开，没有折扣价。基准日是什么？二十个或者是一个交易日的那个均价。均价是什么？总额除上总量。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题。 所以你看，这个题其实很多是简答的部分，对吧？你看我们这几年的题啊，又有一个小趋势，就是什么？就是好像简答的那个部分啊，好像在增加，不只是原来的某一道题里面一个小问来一个简答了，不止了。现在简答的分量在增增多，同时什么？就是这个原来的简答都是书上很具有出处的地方，很明显的。哎，这里的优缺点，哎，那里啊有主要三个方面、五个方面。哎，这种地方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考你这种理解的一些东西，它随时随地各个地方都会抽出来来一个小简单，所以对你理解的要求其实更多，就是你不能去背去，你要你背的话不行的，很多东西都很容易混，就是好配股持续盈利，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然后扣非的和不扣非的相比哪个低啊哪个来？分配水平最近三年现金累计分配。 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什么的百分之三十，年均可分配利润，什么平均三年平均，数量不超过之前的百分之三十。好，除权参考价就是带我们这里的这个公式进去。那么你看啊，这个十是什么？就是原来的那个价格，现在的股价是十块，对吧？ 那么它是十配多少？它是十配二，所以呢，就是新的这个相当于这里有一个乘以一啊，原来是一份股票数，那么它就是股数呃股的价值就是这么多，那么配股的价格呢是这个叫做八块，那么配出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数，所以前面是股票市值加上现金数除上原来的一份股数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新的股数，好，九点六七。 每份股票配股权的价值，那么就是除权参考价减去那个配股的认购的价价格，这个是差价，但是要除上什么东西？十配二就是每五股股票才能拿到一个差价，所以这里除上零点三三。好，这个是配股增发，哪些条件？就是那个百分之六，什么百分之六？是加权平均净资产报酬率，就是加权平均 ROE，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什么平均？ 三年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扣非的跟非扣非的哪个低啊？哪个来？公开的定价的原则是均价没有折扣，公平、公正、公开，没有折扣，不应低于二十个，就是那个公告二十个,个交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或者是前一个交易日的这个均价啊，这个原则来发发行就可以了。好，到这里我们股权融资的部分就讲完了。 啊，重点是股权占融资，有很多概念，配股那个地方经常考选择题，就是出现参考价啦，财富是不是变化啦，配股权的价值啦这些。那刚才那道题又是给大家什么集中的展示，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些法条的一些规定，很容易考简答题的啊。当然，我们是说的是它是最容易考的，就是我们给你列出来的书上的这些条文，书上条文很多很多，没有全列出来，就列了最容易考的一些。 那么当然，在上一讲的地方也有一些股权融资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好，到这里我们债、偿债和股其实也是长期的，对吧？就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讲混合工具的筹资了。好，本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